谢各位宝贝小星星，谢谢突然想让远哥出。咱们就说什么呢，咱们就说有点冷，咱们就说有点冷，真的有点冷。姐妹们冲啊，赢一把好不好，赢一把，现在就对面9000票了，咱们就472票，咱们就是我知道他们很厉害，但咱们就是不丢面就行啊，不丢面就输可以，咱们不丢面。谢谢谢谢那个 Kimi， 谢谢谢谢 Kimi， 哎好冷。谢谢谢谢我谢谢我柠檬书记，谢谢我柠檬书记，谢谢。对，咱们不卑不亢，咱们就说还是真的有点冷。我懒哥呢？我懒哥呢？把我懒哥叫出来。谢谢包包大人的兔兔，谢谢。哎，咱们一起点小星星，咱们一起点小星星，需要73个不同宝贝小星星，咱们就可以完成加成了。咱们有加成在上。对，我回家了，还差28个，咱们一起点点小星星吧，咱们。哎呀，好快啊！你们，谢谢各位宝贝，好快啊，好快啊！哇，这什么聚宝盆，收集元宝，聚宝盆什么东西？谢谢各位宝贝，谢谢。哎，好冷啊！我刚想找空调遥控器，结果没有找到。咱们等开加成吧，等。你总是最人的牢固。咱们开加成了，姐妹们，咱们开加成了，1.5倍加成，咱们1.5倍的加成，姐妹们。不要好奇，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呢？真的是，就是你们把胡威吓到的时候，都是远哥特别认真的时候。谢谢敏赫的热气球，谢谢君熙，谢谢小豆姐姐的那个新春节快乐，谢谢小豆姐姐，谢谢。谢谢冷的这个舞龙，谢谢冷，谢谢杰哥男神的舞龙，谢谢大家舞龙，谢谢，还有30秒的加成了，啊，谢谢我懒哥啊，懒哥真好，懒哥太爱了，特别想懒哥，谢谢懒哥的这什么东西，谢谢你小豆的舞龙，谢谢懒哥这送了什么东西啊，我看不见了。谢谢懒哥，谢谢，哎呦好冷，哎呦，谢谢兔姐，谢谢各位。对对，杭州的事情，还有我们，要谢谢懒哥的抖音一号，谢谢我在家里，咱们就请你谢谢懒哥的抖音一号，谢谢懒哥的，谢谢备受瞩目，谢谢。咱们就是轻声一点，我怕打扰到我，就是我今天外婆来家里了，我就是有点怕。虽然说我妈妈同意了，就是我们的事情，但是我还是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，还是低调一点。我很爱他。对，咱们两个都打底了，等下大家有没有一起守下塔？咱们一起守下塔吧。上天了，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。赢了也给打给灰灰了。在无数夜深人静里，我感觉可能赢不了。按照架势可能赢不了，咱们。算了吧，打吧，反正灰灰也不一定接，认输了，对不起，我认输了，不是为了我，谢谢三牛的 tiger， 咱们就说认输了，麒麟，谢谢，我看一下，谢谢我懒哥，我先谢谢你，啊，我点不开。谢谢我懒哥，谢谢我柠檬叔姐，谢谢小豆，谢谢冷，谢谢 Sam Tiger， 谢谢半立夏半夏，谢谢波浪，谢谢杰哥男人，谢谢秋儿，谢谢有杰，谢谢小娟，谢谢 Barry， 各位宝贝小星星，谢谢打开啊，谢谢。喂，喂，麒麟，咱们就说，我先给你个暴击的事情。你们以后也一定会经历的，给你个暴击的事情。嗯，我妈同意我跟灰灰的事情了。好，今天回家突然就同意了。我六年，她
六年了，今年回家同意了。虽然就是说就是但是还是很好奇，不知道该不该问，就是他之前知道吗？我妈知道我是那个六年了。恭喜恭喜，哇，来我先打，够暴击吗？够暴击吗？我现在见人都要炫耀一下，就见到人都要炫耀一下。这个太好了，发动光啊，灰灰的铃声真的是，不爱我你是傻瓜。这是灰灰的。喂喂喂，哎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坐车。啊，你在车上什么？对，我跟你说个很不好的事情啊。嗯，什么事儿？就那个，不是我之前不是去杭州了嘛，然后去杭州之后，然后他现在杭州不是出了很多那个，嗯，我不说了，就是，然后现在就是那个那边打电话跟我说要我去隔离，隔离14天，我可能出来回不了。真的？对，我可能出来回不了北京了。那你隔离也没办法，得遵守那个政策嘛。嗯，那你不会想我吗？那我想你啊，但是你不是还是得隔离吗？你逃出来吗？那我要是就是回不了北京了，我工作丢了，你养我吗？我养你啊，我怎么不养你？我那个我去，我早上带孩子，晚上织毛衣啊。我们有孩子吗？就给别人当保姆。我这样说真的，我真的要被隔离。那也没办法，那你只能被隔离啊！你隔离就被隔离，那就也没办法。我怎么会去？我也去趟杭州，然后跟你住同一个隔离酒店嘛？那住同一个酒店，那也就是不能睡在同一张床上呀。那你想怎样嘛？你想说什么嘛？你想怎样嘛？你在 PK 吧？你是不是直播输了？我没有，我哪里直播输了？我输什么啊？我可厉害了，我赢了，我今天就把麒麟都赢掉了。真的？嗯。你多少票赢的？我们打了100万票。别放屁了，行吗？你别放屁。好了，你跟麒麟打个招呼吧。嗨，你好。嗨，宝贝。你怎么去内蒙古过年呀？我去内蒙古，我就是去，就是纯洁一下心灵嘛，就是净化，那叫净化一下心灵，不要纯洁一下心灵，那叫净化一下。你的铃声，你的铃声就已经暴露了，你不是一个纯洁的人，就很土啊！这样会不会就现在就完全是个土味主播？我跟你讲，这真土。我是纯洁。不是，会不会你现在知道你现在知道你的铃声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你哼一下，你自己哼一下，你就凭你自己记忆，你哼一下。我设置的铃声是吗？嗯，你那个。那个铃声挺好听的，你哼一下给大家听一下，你哼一下。我不要，我不哼。你哼一下吧。冬瓜的哈密瓜，这怎么叫什么？好了，就粉丝就期待你今天上来连麦啊！我先跟麒麟那个。我应该不方便，因为我刚刚就开高速，就是经常就是没有信号。哦，行吧、啊、那今天你小心一点啊，你路上。麒麟家你小心一点。没关系，就是我，因为我是纯情的人，所以我会。我就是客气一下。没什么，我也不麒麟说他就客气一下。行，那没事，麒麟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没关系。谢谢我的宝贝。好了，我挂了，再见，拜拜。轮不到你拜拜，我先挂掉了。我直接给他挂断，我就是已经就是灰灰的土味细胞已经渗透到他身体的每个地方了。我说实话，真的发现了，哎，土味挖掘。不过还是恭喜，真的恭喜你们。别恭喜了，这个真的到呢，他家还不知道。哦，他家还不知道。对。这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来，也不急这种东西。嗯，
嗯，好，已经很好了。就下次搬到搬到长沙来，搬到你们家里来，就你们帮我们带孩子啊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知道知道 ，OK OK， 拜拜。哎呀，哎呀，姐妹们，赢了！咱们这波就是说，虽然票输了，但咱们就是在这件事情上，咱们已经赢了，赢得很彻底。真的，咱们赢得很彻底，是不是？咱们赢得很彻底，彻彻底底的，嗯。哎呀，暖够了，哎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太凉了，这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今年一回家，突然就这样，突然就同意了。会跟他那个，那叫什么？那个叫舅公还舅舅一起去那个打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对，呼伦贝尔去那个草原过年去了。我妈妈会看，说不定现在我妈妈就在直播间里。我戴隐形眼镜了，但是主要是这个灯了，主要是这个灯光的原因了。我不戴隐形我就看不清啊，我看不清弹幕了。谢各位宝贝灯牌，谢谢。完事。哦不对，今天我是忘了跟姐夫讲了。我是忘了跟姐夫讲这个事情了。不行。不行，明得。等我快下播的时候我打回去给姐夫。我说今天要跟他说一件事情。嗯。姐夫在干嘛？姐夫在连麦。姐夫就是在连麦。对，姐夫在连麦，咱们就是等会儿就打过去炫耀一下。会不会把他爸爸妈妈的抖音号要过来，然后要过来都拉黑了？没有，姐夫在那个，大家可以点个灯牌啊。姐夫在那个在 PK 中啊，在 PK 中，等会儿咱们连。没有，我说我爸妈知道我，嗯，我跟慧在一起三年了，啊，不嘚瑟了，不嘚瑟，嘚瑟嘚瑟嘚嘚瑟太多不太好啊，还是有点冷。啊，对，就是很嘚瑟，就必须得炫耀一下这个事情，必须得炫耀一下。山天呐，咱们就必须得。咱们先明白一个事情，不是远哥先开始卷的，是咱们姐夫先开始卷的。然后卷了之后呢，就远哥内心就是百感交集，卷了远哥内心就是那个就是无所适从，卷的远哥内心就是那种空落落的。咱们必须得想出一件事情能够碾压他，对，碾压他，然后卷到他，对。山天呐，姐夫不是在连麦吗？啊，我看一下他在不在。大宝来了，哟，这不是村姑吗？你怎么回一个家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？邻居。我连上来我都没认出来，宝贝们，我真的，我不是，我这个发型虽然说是在这种村口剪的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吧？就是真的就是完美的就融入进去了，我说实话，完完美美的融入进去。对啊，我们大家得入乡随俗啊。不是你干嘛想不开去剪个头发呢？我问你，我妈非要让我去剪的，她说过几天剪不吉利，她非要让我这两天去剪，然后。最搞笑是什么？他指定我让我去某某人家剪，他说那个人是他好朋友，然后我是绕过了无数家洋气的理发店，拐到一个老胡同里，终于找到了一家啊阿金理发，啊，然后里面是一个老头，啊，我现在不敢直视大宝，我现在感觉他就是，
他就是那个，就是刚刚是大宝，你真的可以拍一期，就是回春前、回春后的样子，真的，你完全可以拍一期，真的。我昨天就想拍的，但是我就是实在没有心情去剪辑了，我就发了个日常，我就直接我话都没说。你明天去那个你们家村口那个地方，就是拍一张那个坐那里就是喝枸杞茶的照片，然后再发几张你以前很帅气的照片，我给你剪一个，我立马给你剪一个。行了，那这样吧，这把你输了，你就找出我的三张帅照吧，然后就夸我以前有多帅吧。我没有你的手机哦，但我哦，对，我有 iPad， 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样吧，那我输了干嘛呀？你输了，你出去那个门口赶只鸡吧，要不赶一只鸡，对，把赶着就是咕咕咕咕咕的叫，对，嗯。过年回来，那个鸡都被宰完了，没有鸡了。那门口有狗吗？也没有狗啊，门口啥都没有啊，只有虫子。门口有活物吗？活物有啊，有很多什么小虫子啊、小蟑螂啊、小老鼠啊，挺多的。那这样吧，就是你到底输了，就是带我们参观一下，就稍微浅参观一下你们那个村儿，行吗？可以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，再来一把，好。抓老鼠。不是，为什么我跟每个人连他们都要说一遍我的发型啊？我真的很难受啊。还好了，还好，其实还蛮好看的。对，就是显得脸有点大。你发誓？算了。我们直播间有人叫你出去抓老鼠。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就你不是说好看吗？就参观一下，参观一下，浅参观一下，我就。不是，远哥不是说好看吗？还行。不是很好看，不是特别好看。那就哎，那个哎，今天怎么是你播呀？灰灰，他去内蒙古了，他去内蒙古过年了。他跟谁呀？他跟那个他的舅公，还有舅舅、舅妈，还有一堆人，十几个人一起去内蒙古过年了，在北京的。我希望我明年过年的时候能去一些什么三亚呀。什么西双版纳呀之类的这种热带的地方，对啊，家人们，我本来想等疫情过去，我绝对会去。对，过年肯定要在那边过。真的，我觉得我过年，我明年过年一定要带着我爸妈去三亚过。我再也不想就是冻得跟狗一样，然后还剪个这样的发型。可以可以，嗯，闭麦了。哎，咱们不要笑啊，憋住。不答应，我可能已经醒。这看起来就确实有点那味儿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确实有点那味儿了。变朵拉是什么意思啊？变朵拉，谢谢黑秀，谢谢黑秀的纸鹤。我浙江没有空调，我刚想找空调遥控器，但我找不到呀。在哪里？我看在哪里啊？我总觉得在哪里，但我找不到。哎，咱们开家，咱们有那个小星星，咱们点一点，这把应该比较好点，放音乐啊。就现在，就是现在，你们去各大群，就是各大 CP 博主的那个直播间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大家的条件都不是特别好，就大家的就是直播的环境和条件都不是特别好，对，像没有灯啊、没有灯，也没有那个就是放音乐的，照的我眼睛好痛。哦，眼睛瞎了，哎呦，眼睛瞎了。好，现在放绿光，我整个眼睛放绿光，我都看不清弹幕了。谢谢各位宝贝小星星，谢谢。放个喜庆点的，喜庆点的是什么样的音乐？我找一下，再等一下，我看眼睛被照瞎了，我天。是这种吗？哎，咱们开加成了，姐妹们，咱们开加成了。是这种吗？是吗？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是这种音乐吗？是这个类型的吗？是这种类型的吗？姐妹，是这种类型的吗？
是的，咱们有加成，咱们有加成，姐妹们，还有十秒加成，嗯。咱们家庭要过了，怎么？好，怎么换一个？换个什么呢？咱们换个洋气点的。咱们换个日常点的，咱们换个日常点的啊。财神到，别财神到了，求你们别财神到了。姐妹上票，守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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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妹们，真的守塔了。谢谢 Watt， 谢谢 Watt 的舞龙，谢谢，还有十秒钟，大家守一下，前守一下，前守一下。是勇敢的。你额头的伤口，谢谢冷，谢谢冷的两个热气球，谢谢冷，谢谢。应该对面应该不会投很大，不会投。哎，好，咱们参观一下，咱们就是。不必隐藏已破旧的玩偶。谢谢我冷，谢谢 Watt， 谢谢魂姐，谢谢 Kimmy， 谢谢七七，谢谢备注主播，谢谢边边边，谢谢黑秀，谢谢薇姐，谢谢边表情，谢谢。哎呦，叫小宝来吧，我不想播了，今天就是直播已经没有别的话题了啊。为什么？就是都在讨论你的头发是吗？是的，就是他们已经就是无视这个主播了，就是一进来他们在互相说，哎呀，这个头发真的好搞笑啊，就哈哈哈哈哈，这位主播的头发好搞笑，是这样。带你参观一下啊！好，带我们参观一下你们村儿。就大宝他现在这个家离我现在住的地方有大概有那个，就是有那个100公里。给你看一下外面吧。好。很凄凉。挺好的呀，还有灯，还有好多灯呢。怎么了？现在远哥的对于你的条件就是有好多灯就不错了，是吗？你们要我们在现在都烤火盆，真烤火盆。今天远哥给我发了个图片，是一个烧着一个火柴，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跟我说烤火盆，真烤火盆，我们就是围在一起烤火盆的。那你们跳舞吗？干嘛跳舞啊？烤个火盆就烤，就是烘的暖，然后烤完之后还可以在里面就塞那个地瓜，然后就用那个炭火的余温烤地瓜。那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呀？我就不是很想去你那，就是那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，就是我至少我哎呀，我们离得也很近呢，也就我算了一下呢，就是也就4-50分钟吧。100公里，你40-50分钟，你想多了吧？至少一个半小时，我觉得。哪里有100公里？没有100公里啊。有。哎，怎么就这么远了呢，家人们？100公里整，100多公里。哼，那在远哥在杭州玩的这几天，有没有什么心得啊？不该喝酒，别乱喝酒，省得大半夜去那个让大宝开着车让我带着我去这一打这个止痛针，然后大宝还在门口说。哎呀，不是说的是这个呢，就有没有别的一些心得，就有没有一些感悟，有没有一些收获嘛？你不可能来杭州一趟一点收获都没有吧？大宝人真好，就是真的、啊，就是那天晚上我真的痛的不行了，我那晚真的痛的就是不太行。你们知道吗？等下你先让我讲，你知道我对远哥有多好吗？嗯，那天。远哥他说他痛，然后他要去急诊了，我就不让他喝了，真的，我真的对远哥很，我没有对一个人这么好过，就远哥已经疼到急诊去了，我就说那算了吧，让他走吧。真的，一般人我就不会让他走的。那天是我心脏痛，然后我心脏痛，然后大宝就不让我喝了，对，然后我一个人躺那就不让我喝了，然后我说想早点走，然后大宝说、哎、走了，散了，就真散了，对。本来这样没有了，我刚开玩笑。其实我出来喝酒，就是大家都会找各种理由，就有一些什么酒精过敏啊，有一些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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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脸啊。对我，然后远哥找了一个什么理由呢？就谁都不敢再灌他的理由，心脏痛。我是真痛，啊、不愧是医生啊！那天我是不是带了一个那个我的那个学弟嘛？然后他就我让摸了，我说是不是这个心率至少140多了？他说对，差不多了。
他说你真的不能再喝了，我说我那我就真不喝了，我那现在就是那种没有是这样的，本来我们是要灌远哥的，然后远哥他不行了，他又留了一个学弟给我们，然后他那个学弟是就是八块腹肌加胸肌，然后远哥就不行了，躺那里睡觉，然后我跟我们的几个好朋友就在那里疯狂的灌他的远哥的一个学弟，然后我们就一边哎呀就什么，然后就是那个我朋友又摸他腹肌，然后又摸他胸肌，就是他说，然后那个学弟说我喝不下了，然后他说。那除非你把远哥叫起来，你就可以去休息了。你们两个必须有一个要陪我们。没有，我那个学弟是，那个学弟很好玩啊，我跟你们说。没有，我那个学弟是很，不要误会，大家不要，我认那个学弟是就是我的一个学，是学弟，对，然后他就是那个就是我带过来就是帮我挡酒的，真实帮我挡酒的那个学弟，就是我经常来我直播间那个叫港港啊，港港，就来我直播间的港港就是他。啊，他在直播间啊。没有，他今天应该不在，他今天应该不在直播间。哦，我就每次就出来喝酒，就要叫他出来挡酒，就是多带一点学弟，好吧，不要每天都是这么几个货色啊，咱们就是多带几个。人家是直男，人家是直男，人家有，人家是直男，对，哎。嗯，我也信了啊，一个直男会跟我们去纯 K 啊？不是，他主要是看在我面子上，他就是对跟我关系比较好，对，嗯。直男是直男，直男你不放出来给你直播间的姐妹们看一下？我找一下吧，我感觉他朋友圈可能没什么照片了，但也不太好。哎，我有啦，就是其实后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你应该是不知道的。嗯，你说就是后面他跟某，他不在吧？他不知道，我不太确定。就他后面跟某韩还加了微信，两个人还聊得很开心。大韩姐是吧？然后他把他的那个照片发了给他，嗯，然后呢？然后他还，然后那个大姐还跟我说，天哪，这么 open 的嘛，一上来发这么刺激的照片。好，别跟我说，就是他们之间的事情我不想知道，让他们自己去解决。哎呀，下次就是希望远哥再来的时候，就是不要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节食那个节食了。不是我、啊、下次来的时候就是状态好一点。我真不行，我身体很差的，我真的身体很差的。所以说我来跟你喝酒是真的，就是给了你就是真的很大很大的勇气了，就是真的。真的吗？那我们感觉每次见面都在喝酒哎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少喝，对，就是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大宝就是连续三天要给我喝三天，结果大宝真的对我很好，就喝了一天，对，就喝了一天，放过我了，真的。那他妈敢喝的，第一天喝完说心脏痛，第二天就去急诊了，我怎么还敢跟他喝呀，家人们，欢迎空啊。哦，嘚瑟呀。没有了，不要这么讲，搞得好像我好像什么酒鬼一样的，妈的，朋友都来我这边都被我灌的都不舒服了啊。炫耀了吗？没有炫耀，大宝应该知道吧。我知道什么呀？我说我家里人同意我跟辉辉的事情。这个我知道呀。我知道大宝，我好像跟大宝说过了。没有，你没有跟我说过，是你那天跟他在连线的时候我听到的。哦，对，我记得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说的是不同意啊，然后那天我看远哥在直播，点进去看啊，怎么就同意了？就刚回家，回娘家之后，我妈就来跟我谈聊心聊天。哎，你是怎么跟她说的？你是怎么说的？没有，是我妈先开的话题。她怎么知道的呀？她知道六年了，哥，就是我，她知道我是那个六年。啊，不是，我说的是那个能不知道的呢？什么不知道的？就是她是一直知道的，只是就是没有答应，是吧？对，她一直知道我跟辉的事情，但没有答应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啊，走了啊。嗯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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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还炫耀失败呢，大宝都抹了眼泪了，他都这样了。大宝都这样了还炫耀失败呢，姐妹们。你们要想是怎样才炫耀成功。你们是要怎样才炫耀成功。哎呦，我的鼻子好痒。我们家有猫毛，哎呦。我发现还飘了猫毛呢，哎呦我的妈呀。连姐夫，别了吧，这咱们就不要太炫耀了，这下次连姐夫的再说吧。下次连姐夫怎么还是咱们还是稍微低调一点，咱们就稍微还是那个低调一点点了，真的。我先开个音乐，等下要 emo 了。咦？你的面具，你的自我。怎么这么想啊？
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。为什么我胡黑他跟我说，他跟我说他亲戚想让他是亲戚想让他大嗯，是因为他想，他亲戚说想让他大年初二，就是我回来那天，他就回来。但是会不会说，会不会说，他说他三十一就过年那天就回来。不批也行啊，就远哥就这个样子，就是很瘦啊，就是远哥现在就真的很瘦，大家看，就这个手臂都没肉了，这以前手臂还蛮有肉，现在已经就是空空荡荡了，就没有肉了已经。哎呀，远哥以前有胸肌的，现在胸肌就是也不太明显，就只有这么一点。以前远哥胸肌很大的，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胸肌了，现在。还是有一点的，现在这个弧度还是有一点，对，还好了，还好了，不是特别冷，不是特别冷，还行了，等会冷了再继续披上了。你说月光，我今天差不多十一点我就下播吧，还是早一点下播吗？我就跟他聊，但聊会天吧，要不聊会天吧，咱们就聊聊天吧。灰灰的亲戚不知道呀，一号回北京会卡吗？应该就怕呀，就是我初二就回京了呀，我就怕我回不去，我年初二就回去了，还好了，不是特别冷，我房间关窗户了。对啊，灰灰就是跟他们大姨那一起去的呀，一堆人，大姨、舅公、舅妈，一堆人一起去的，十几个人。就他们在北京的亲戚好像都一起去了，辉家人没有同意啊，辉家人就是那个还不知道呢，还不知道呢，大姨知道啊，但大姨不说。说起大姨这个事情，哎呀，我可能还是不要谈论的为好，是大姨也是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，我只能说到这里了，对，所以说大姨比较理解我们的事情。就大姨已经，大姨是经历过这个事情的，所以说大姨，她大姨比较同意了。不是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大姨她的女儿，对，大姨她女儿，对对，大姨有女儿，对。我只能说这个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别人家的事情我不好太多说，嗯。所以她对我们的事情就是还是蛮支持的。好，就到这了，我不多说了，就我不多说了，点到为止，点到为止，对。回舅舅不是啊，回舅哪里是啊？都说了是舅舅舅妈了，舅舅妈还有他那个就阿公还有一堆人一起去的，嗯。没有啊，他朋友圈没有照片，我这里也没哦。我有，但我不知道这个 pad 里有没有啊，因为这不是我的 pad， 我手机里是有的，因为我之前就是他毕业的时候他一定要我去给他那个，但我看一下 pad 里不一定会有，没有，这个 pad 里没有，这个 pad 里没有，没有。这个 iPad 里面有，没有没有，他出现在过我，他出现在我们直播间过，就大家去年就见，去年是什么时候？去年七月份的时候，他在我们直播间唱过歌的，我不知道老粉知不知道，他天天来看我们直播，老粉应该知道，就之前是灰灰的朋友一直来我们直播间唱歌，是个女生。然后他也来我们直播间唱过歌，然后是一个男生，他无所谓的。是指的，觉得钢铁直男，确实钢铁直男，他只是就是我跟他呢，就是
就是什么关系、啊、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我跟那个学弟呢，就是他大一大二进来的时候，因为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，然后我是他的直系学长啊，我就是他的，我跟他学号是对着的，两个人，我跟他学号正好是对着的，然后我是他的那个直系学长，我就是要帮他在生活上一些事情嘛。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一些性格上的事情，可能跟同学关系没有处得那么好，然后我就一直帮他，一直帮他。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他就是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他当时就是什么，比如说生活上很多事情找我帮忙，然后我也帮他。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家里特别特别的那个啊，就是 rich 啊，我也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学弟来看。然后他当时就意识到，觉得哇，这个学长人好好，真的特别好，就觉得帮了他很多，然后觉得就是那种好学长啊、就这种，他就觉得我这个朋友他交定了，对，就交定了，他就这种心啊，就小弟啊，对，大好人，有个大好人，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一直等到大四的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家里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啊。这样的人啊、非常非常，对，是真的很 rich， 我不骗他，我不骗大家，对，我比辉大三岁，我比辉大三岁，每日吃饭多少钱？每日看看心情嘛，有时候吃饭呢吃的比较快，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第二天两个人都要工作，可能吃饭吃半个多小时吧。如果两个人不工作的话，可能就会一直延绵两个小时左右吧，就是好人卡大可不必了。我97年的，我97年的，灰灰是00年的，狗狗在楼下呢，但我们家还有一只狗狗，我们家还有一只叫狗狗叫乖乖，我来看乖乖。我房间门关了，它可能进不来，等一下，大家稍等一下，我去把它捞进来，我就把它捞进来，再等我一下。乖乖，姐妹们，他不见了，等一下我再去找一下，大家等一下别着急，我再去找一下，他不见了，我真找不到他，乖乖哎，我找到了，那你好香哦，乖乖，给他见个面，乖乖，给他见个面，这只狗狗6岁了，这是远哥的第一只狗狗，哎呦，乖乖，别炸了，乖乖都来了。我们家乖乖可爱了，乖，怎么了？看见一下嘛，你的眼睛都看不到了。哎呀呀呀呀！你看见一下嘛，乖，这只狗狗6岁了，6岁多了。嗯，呀，你好香啊！太亮了是吗？是不是太亮了？头发圆圆的，哎呦！
远哥家真的好多小动物，这是远哥的第一只狗狗，乖。干嘛呀？太亮了是吗？可能是真的太亮了，他不敢看。不是他不愿意营业，是这个灯太亮了，就很亮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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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能这样可以看到吗？哟，眼睛都遮住了，哎呀，但想别人摸他这个地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特别想别人摸。他也不乱叫，他很乖的，他所以叫他乖乖。他还穿着衣服呢，咱们新年有新衣服穿，特别可爱，新衣服，哎呦，新衣服是不是乖乖？嗯，好了好了，你去吧，跟他打招呼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哎，跟大家打招呼，拜拜。很好很好，这狗狗年纪比较六岁了。嗯，你家狗狗可喜欢我，哎，走吧。哎呦喂，抱抱。哎呦，抱抱。哎呦，小乖乖，好吧，去吧，你去吧，好不好？那你就睡爸爸这里，跟爸爸一起直播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就在这里吧。哎呦呦呦，那你睡我旁边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他睡在我旁边了，你就睡这吧，好不好？他在我被窝里，没关系，我们家狗狗今天刚洗的澡，13岁了。这是我家里的宠物，不是我们家的，不是我跟灰灰的家里的，就是我爸爸妈妈的。我们家有一只毛毛，有一只猫，然后一只狗狗乖乖，还有一只波比，波比在楼下。波比，我楼下我们家的柴间给他改成了他的房间了，就是我们家波比已经成了我们家一个地标了。什么地标？就是快递过来，哎，放哪儿？我说楼下那有个狗狗的家，你去放在狗狗家就可以了，他会帮我们看着的。然后那个快递就直接去放在狗狗的家里了。真的，他已经成我们家地标。然后我们家邻居也是说放那个地方的。我们家邻居也说那个、哎、什么放哪儿就放那个狗狗那个地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家就我爸爸就专门在那地方订了一个货架，就给大家放那个快递的。对对，就然后就是那个给大家放快递用了，因为有只狗狗嘛，然后也没人拿快递，然后我们栋楼的人的快递都放在那个地方。要给波比发工资。现在看不了了，在楼下，我家住6楼，然后我们家没有电梯，然后就是得下去的话就很太累了，不想下去，不想下去。灰灰在去蒙古的路上呢，对，灰在去蒙古的路上，我还没回来呢，就我在我自己的家，我在我自己的家。我在我自己的家。让我来看一看，让我来看一看。怎么？咱去找人聊个天。就在哪里？家里的猫怎么？家里的猫有朋友去照顾了，找人去照顾了。找人去照顾了，应该还好吧？为了戴口罩啊！为了戴口罩啊！元哥直接表特殊了，不能戴口罩。怎么臭臭 emo 了？为什么要 emo 啊？让我看一下，他不在连麦吗？臭臭。他不在连麦吗？对方在 PK 中呀。他们也一个人了吗？哟，麒麟连过了，麒麟今天连过了，麒麟。哎呦，乖乖，你在干嘛呢？啊，他可舒服了，他睡在我被窝里，他可喜欢了，我操！他可太喜欢我的被窝了。习惯了看远哥戴口罩，不是你摘了口罩，其实也有啊，就作品里很多我都有那种半摘不摘的那种状态的，你们应该也认得出来了。
你们也认得出来吧，不是认不出来的是不是。应该也没怎么弄头发，我今天都没有上发胶，头发还是乱七八糟，随便弄了一下就出来了，可以去给姐夫卷了。姐夫，姐夫，算了，不卷，不卷姐夫，明天再卷了，明天再卷了。他们不是还在 PK 中吗？这些人不是还在 PK 中吗？浅播一下，我待会11点我就下播了。11点我下播了。哎，我发现我回浙江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我是怎么穿的？我是穿了一个就是非常正式的一个，就是连大宝都觉得帅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很正式的那个风衣啊，风衣加围巾加那个就是非常的就是那种商务，看来就有种。有种明星的感觉，不是我吹啊，真的有种明星的感觉。然后当时我出动车站的时候，就有几个小姑娘一直在旁边，就那种看那个啊，但他们其实不知道，就是我内心是个逗逼，我这内心真的是个逗逼。对对，就是那种，我现在不在北京，我现在回老家了。我现在真回老家了，但我不在北京，我不在北京。那不在北京，我马上要回北京了。你说月光不温柔，一直不会坠落。怎么臭臭一个人孤独终老了？然后我想连他，但他好像没有这几天了。我就今天是我播，我这几天聚会可多了。谢谢歪歪的眼睛，谢谢。我今天聚会可多了，我这几天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朋友很多嘛，我就是很多高中同学，还有一些就是在大学同学都要见。哦，臭臭在和姐夫连啊，没事没事，等会儿我们再连他。灰灰啊，我今天已经回答了好多次了，宝贝，灰灰真的去内蒙古了，他跟他亲戚去内蒙古过年了，他真的去内蒙古跟他亲戚过年了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黄毛丁，对，我眼哥眼睛特别大，睫毛也特别长。哎，我今天看到粉丝给我做的那个红包了，真的，我看到粉丝给我做的红包了，我觉得真的，就是我连我自己都觉得，为什么这个人睫毛这么长？哦，没想到是我自己啊，睫毛很长，谢谢变变变的那个眼镜，谢谢，真的，你们做的那个。你们做那个封面，在那个我闭眼睛那张，真的我觉得自己睫毛好长啊，我自己都没觉得自己睫毛这么长，真的。谢歪歪的纸鹤，我打不来，可怜的点是我打不来那个标题啊，我真的打不来标题。哎，远哥什么？远哥除了远文学之外，还有另外一项就是可以媲美的是凡尔赛文学，对，比较就是那个，需要把原图发给你吗？不需要，别发给我啊！不要发给我，千万不要发给我。我今天打游戏的时候，也有人说我声音很温柔，他们说我可以去配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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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了。但是我觉得我就是，你们听听就算了。远哥内心是个逗逼，远哥不太适合去当那个什么配音演员，然后不太适合。远哥的人生只给自己配音啊，对。哎呀，他们怎么还在连呀？八群出名了，晚上给灰灰配音。哦，那大可不必，给灰灰配音，灰灰他自己的声音就很好听。就咱们就说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灰灰他自己的声音就非常的好听。咱们就不需要我来配，真的不需要我来配，我配啥呀？为什么你们眼睛总开始？因为前面打了光呀，你看拿掉是不是就黑了？前面必须得打光的，不然看不清的，五官看不清的，必须得打光，所以说才能那个。你们俩乖乖睡到可香了，真的是。
哎呀，远哥一个人在家也是蛮想昏昏的，整天这里想那里想，怎么这里想那里想，这里想那里想，疯了疯了疯了。远哥一个人睡觉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第一天去杭州睡觉的时候，我整晚的失眠。我第二天起来，大宝问我为什么我脸肿了，我说我昨天晚上根本没睡着。我就是那天晚上我大概一点多跟辉道了晚安之后，然后我就开始睡觉，睡到两点钟醒了一次，三点钟醒了一次，四点多醒了一次，然后四点多醒了一次睡不着了，睡不着了，然后我就打开了手机，然后开始一个人看直播，看着看着呢就有点困，又睡着了，睡到早上六点多又起来了，起来就很渴，喝了水，然后又睡，睡到差不多9-10点钟的时候，然后去了大宝家里，真的是哎呦困，然后睡醒之后，然后大宝说我脸肿了，他说我脸肿了，我不是认床，我是认人。然后睡了几天之后，然后我就是习惯了一个人睡觉了。对，大家可以点点灯牌，他可以点点灯牌。会不会去内蒙古过年了？他现在去内蒙古的车上，他们一堆亲戚，所以说不太方便直播。本来我想叫他过来跟我连个麦的，但他说不太方便直播。你太快，寂寞深。哎，我现在放这种歌应该没关系吧？像放这种歌应该没关系吧？就是那种就是不是会员的歌应该没关系吧？对，我认人，我认人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内蒙古哪里啊。我确实不知道他去内蒙古哪里，我还没仔细问呢。我会一个人还好，但是一连麦很卑微。胡辉也确实跟我说，他说感觉就前几天就是感觉一个人播的时候，感觉那时候他们还是成双成对的，就他一个人孤零零的。他说远哥你什么时候上麦啊，我说远哥真的不行啊，远哥这几天就是被约的很满啊，就是那个就是各种朋友，对，不是一个人，宝贝，他不是一个人，他一堆亲戚。我说了很多遍了，他跟他那个舅公，还有就是舅妈，还有一堆人，十几个人一起去了内蒙古，就是他亲戚一堆人带着回去过年了，就显得他自己很孤独。还好啦，就是远哥如果不直播的话，其实还有很多活动了，确实还有很多活动了。对，他们在北京的亲戚还蛮多的，他们确实在北京的亲戚还蛮多的。不像远哥在北京就没有举足无亲，举足无亲。对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对，哎呀，连个谁呢？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你没有尿吧？好浓的狗味啊！他明明今天刚洗的澡，怎么回事？大不是臭臭还在连麦呀、啊？臭臭还在连麦、啊。热的。你们别热的，别热的，别热的，凉的，凉的，凉的，热的。你先，很香，就那种有股那种很浓的那种沐浴露，狗狗沐浴露的味道，然后又有点狗狗的味道。还好了，他年纪很大了，他不会在床上乱拉的。好啦。怎么来看一看？没事，咱们先连别人，咱们先连霸宇，来来来，正在和其他人 PK 中，是我这里网不好吗？他们真的结束了吗？
啊，结束了。不会立马接的，一般都会等一会儿，因为他们刚刚连完，刚刚连完一般都会等一会儿的。被子里很暖，因为有我在。卷起来，卷起来。等会儿再卷，等会儿再卷，现在不卷了，现在不卷了，就远哥在老家。记录我死去的爱情。哎，这句话不吉利，呸呸呸呸呸！什么纪念我死去的爱情？没有，我爱情，我爱情鲜活的很，我爱情鲜活的很。啊、哦，跟姐夫说一句，嗯，对。嘘，不是来 PK 的，他们说让我卷一下你，他们说要让我卷一下你这个卷王。我先问一下姐夫，你跟小青的事情家里知道了吗？我妈知道呀。同意了吗？一直很同意啊。姐妹们卷不到她了，怎么办？卷不到了。我妈还说小青很可爱呢，她说每次看她撒娇，就都很开心。你妈哎，你妈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之前吧，就是宣传组会发那种亲亲的视频，然后我妈还每次都点赞，都点的可快。再见。就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就我们俩的账号都是把它拉黑的，但是我们有很多宣传组会有那种直播录屏，你知道直播录屏他们剪的又都是精华的部分，嗯，就其实都很露骨。嗯，哎呀，那你失望了，远哥，卷不到了。直接反卷了、嗯，被反卷了，咋办呀？我今年回家加油吧，杨哥啊！我们看谁先领证吧，好不好？你要先领证的话，可能能稍微卷到我一下。我觉得可能就是过几年有件事情会可能会更卷，对。过几年什么事情、啊？我不告诉我们，不告诉我们，今年就有大行动了呀！你要加油啊！我们今年就有大行动啊！对呀、啊，怎么办呀？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已经五年了。什么什么大行动？你快跟我说一下，让我听一下。我不告诉你，我不告诉你，关注我吧。我他妈一直跟我说呸呸，气得我吐脏话。哎，不是，我明没事没事，心态放平一下，我们不要互相斗争，好不好？没有互相斗争，就是被你卷的，就心里空落落的。对，被你卷的就心里空落落的。什么？他们说你的大事是买房买车。也不是，那不算大，啊、嗯，不算大，嗯，对，嗯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说过的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再见，拜拜。没卷到，姐妹们，再见，再见，没有卷到他，没有卷到他，没有卷到他，没有卷到，求婚啊，求婚的早，哦，姐夫没有车本啊，啊、哦，远哥已经换第二本了，已经换第二本了。果然都小心了，就异地监护啊，异地监护，我们早弄了，只上次还没弄全。对，拍照不算大事吧？拍结婚照，异地监护啊啊，异地监护啊啊。啊，不管了，换一个，咱们换一个。